爱尔利集团总裁常如山20号上午前往了古关特训中心慰劳中部的驻军，连线给洪小泉。戴上岩盔，系好攀岩吊带，在确认过钩环有扣好后，走向攀岩墙，展现矫健身手，迅速踩上攀登。这位拥有灵活身手的，就是知名医美集团总裁常如山。在20号上午，他前往古关特训中心等其他5个单位进军，来勉励中部驻军，感谢他们为国家的付出。其实常如山出身特战部队，来到特训中心时，让他觉得像是回到老家一样。这趟进军行程不仅体验到了特战官兵的战技训练，也安排常如山参观装备和各式特战服装，可以说是收获满满。常如山也在多个清泉岗基地落军，让他荣膺今年国防部的进军模范。除了支持国军，白手起家的常如山多年以来也长期帮助弱势团体，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。他表示，往后会继续做国军最坚强的后盾，担任爱国建军的企业家。以上最新主播。